那各位菩萨，各位网路上的四众弟子们，大家早安，大家阿弥陀佛，很高兴我们又一起来关心生命，实践佛法，让自己的生命得以提升，也让佛法能够展现光明。那这个月是一个殊胜的月份，今天是农历的7月1号，一直到最后一天，地藏王菩萨圣诞，整个一个月都能够得到地藏王菩萨的加持，所以一年有12个月份。每个月份得到不一样菩萨的加持，那7月份地藏月、孝顺月、慈悲月、普渡月，那又是第一天，初一，那在民间的信仰。所谓的鬼门开，那很多民间的习俗告诉我们，7月份不要去危险的地方，海边啊、山区啊，乃至于有人往生，那7月份就没有出殡呐，种种的现象告诉我们，7月份要断恶修善，不能够做坏事，不能够乱来的意思啊。那依照佛门的7月份是个吉祥月，刚刚湛乐讲啦。第一个孝顺月，以本师释迦牟尼佛为主，再来地藏王菩萨为代表，大孝释迦尊，累劫报亲因，那进一步的地藏王菩萨在地藏经告诉我们，如何让现世父母消灾延寿，如何让往生父母得以超度，如何让累劫父母得以升天。那这个就很重要了。地藏王菩萨的母亲堕落三恶道，行种种的方便，供养出家人，发大愿，行持佛法，慈悲一切，把所有众生当成母亲一样的来供养，所有的友情当成母亲一样的来孝顺。所以我们在这个孝顺月，有菩萨们就发心了，一个月吃素。不可思议啊！一个月读经，读地藏经，不可思议啊！所以以孝顺为基础，戒名为孝，所以今天大家守八关斋戒是最大的孝顺。
啊，所以经上说啊，如果有人愿意披麻戴孝，受持八关斋戒，现世父母就可以消灾啊，就可以延寿啊。啊，所以经上也说啊，受持八关斋戒之人啊，那跟你有血缘关系的啊，直系血亲啊，你的阿公、你的阿嬷、你的七世父母，借由你受戒的功德，他们就可以，如果有堕落不好的地方、恶趣，借此因缘得以往生善趣。啊，所以孝顺为基础，进一步的来普度诸有情。所以有人也一个月每天诵地藏经，每天诵1080的地藏王菩萨圣号，啊，来净化自己，来帮助一切，不见得要花钱啊，但是身口意的修行就比这个世间的钱财更为殊胜，持戒才有福啊。那福报当中，钱财只是福报当中的其中之一啊。啊，所以第三个慈悲曰：慈以乐，悲拔苦。啊，给众生快乐，能够去除他们的痛苦。所以慈悲曰：那自己吃素，自己戒杀，自己天天受持八关斋戒，那不可思议啊，那真的不可思议啊。那所以慈悲的对象是一切有情的生命，慈悲的对象是这些会动的、会跑的、会叫的、有呼吸的啊，这些动物、这些水产跟我们人类一样无二无别啊。所以这个月另外一个说法，眼睛看到的，我们所接触的，日常生活当中啊，都跟你有缘啊，都是我们的过去父母，都是我们的累劫亲因啊，所以不要伤害他们，那就成为七月份最重要的修行啊。啊，所以受持一个月的八关斋戒啊，哇，过着出家人的生活啊。啊，所以看到你的人就欢喜啊，见到你的人就超度啊。为什么？戒的力量啊。第四个地藏曰：地藏曰，这个曰啊，只要你念一句佛号，只要你行持一天的戒法，只要你受一天的八关斋戒，或者是吃一天的素，那你整个月都会吉祥平安啊，都在地藏王菩萨的悲愿摄受当中啊。所以叫做地藏曰。地藏王菩萨如何修行？从布施，让妈妈不堕三恶道，进一步的持斋戒，让妈妈得以升天，更进一步的听经闻法，用自己的身体力行，身体是父母给的，所以勤修戒定慧，身体不杀生、不偷盗，修犯恨，嘴巴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妄言，念头都是智慧，都是慈悲，都是想着如何帮助众生，去除贪嗔痴，勤修戒定慧啊，那就可以解脱生死啦，超越福报的力量啦。最后一个啊，地藏王菩萨布施、持戒、多闻，进一步的产生无量的智慧、大智慧，了解众生苦，知道众生就是父母，众生跟父母是一样的啊，所以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世世皆是从父母而生的，皆是从父母而受生的，所以生生世世报父母恩啊。所以我们也要学地藏王菩萨孝顺现世父母，也要学地藏王菩萨如何帮助众生，
你要学地藏王菩萨如何那修行的上供下施布施修福忏悔业障受持斋戒，那就是今天的重点啦。那所以刚刚湛乐啊一一的跟诸位报告，那现在我们要来迎请地藏王菩萨啊，来保佑我们，来加持众生，让世界各地地水火风的灾难都可以消除啊，让世界各地所有的众生都可以佛性显现啊，让所有众生想要帮助这个法界的一切有情修行者、出家人、于切士都可以具足力量，真实的给予帮助，真实的让他们离开种种的痛苦。大家请合掌跟我念：我等虔诚，我等虔诚，为诸父母，为诸父母，为诸众生，为诸众生，念地藏名号，念地藏名号，迎请三宝，迎请三宝。戒的法本第十页，我们来施食甘露，来学习菩萨的行为。第十页水米杯拿起来，在水中写嗡阿哄梵瑟均陀利小咒：嗡阿弥利多哄巴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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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焰十方三宝慈悲加持，持水持米布施化界众生，悉获饱满，同生极乐。共振菩提，敬三业真言，你水杯前换地上。嗡娑婆哇修达萨瓦达玛娑婆哇修多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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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菩萨灭耶。嗡达达格达多巴巴呀娑嘎，莲花菩萨灭耶。嗡贝德玛多巴巴呀娑嘎，金刚菩萨灭耶。嗡瓜吉拉多巴巴呀娑嘎，毗迦复身真言。嗡瓜吉拉过里多巴提巴达呀娑嘎。嗡瓜吉拉过里多巴提巴达呀娑嘎。嗡瓜吉拉。过里多巴地巴达呀娑嘎，嗡瓜吉拉，过里多巴地巴达呀娑嘎，嗡瓜吉拉，过里多巴地巴达呀娑嘎。甘露施食仪轨，南无佛陀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
南无本尊释迦牟尼如来，南无安住大地菩萨众，南无一切龙天善神，愿以为神加爱护主。我今朝请十方刹土尽虚空界一切六趣恶鬼有情类，以三宝威神力故，悉至我所破地真言。唵揭那帝耶娑婆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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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唵揭那帝耶娑婆诃。南无阿舍迦舍帝喃萨埵三菩提。地震呐，嗡震呐呐，瓦波西地哩地哩波，南无阿舍迦舍帝喃萨埵三菩提。地震呐，嗡震呐呐，瓦波西地哩地哩波，南无阿舍迦舍帝喃萨埵三菩提。地震呐，嗡震呐呐，瓦波西地哩地哩波。三宝加持，三宝加持，我等虔诚，我等虔诚，一心报恩，一心报恩，为诸父母，为诸父母，受持斋戒，受持斋戒，一心招请，一心招请，往生父母，往生父母，七世父母，七世父母，累劫父母，累劫个人累劫，个人累劫，冤亲债主，冤亲债主，历代祖先，历代祖先，过去所杀所吃，过去所杀所吃，所有动物，所有动物，一切水产，一切水产，堕胎流产胎儿，堕胎流产，六道有情，六道有情，水陆空亡灵，水陆空亡灵，乌厄战争，乌厄战争，世界各地，世界各地，瘟疫往生者，瘟疫往生者，来临此地，来临此地，同享功德，同享功德，当下离苦，当下离苦。南无波波地利揭利多利登那耶多耶，南无波波地利揭利多。丹达耶多耶，南无波波地利揭利多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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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达耶多耶，南无波波地利揭利多利。丹达耶多耶，戒烟戒真言，唵僧多奈揭多娑婆诃，唵僧多奈揭多娑婆诃，唵僧多奈揭多娑婆诃。你随便拿起来，看烟火真言。唵波波地利揭多利，丹达耶多耶，唵波波地利揭多利。丹达耶多耶，唵波波地利揭多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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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丹达耶多耶。地藏菩萨灭定业真言。唵波奈摩林多林萨婆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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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唵波奈摩林多林萨婆诃。观世音菩萨灭业藏真言。唵阿卢勒吉萨婆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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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唵阿卢勒吉萨婆诃。三过来，三昧耶真言。唵萨摩耶萨埵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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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唵萨摩耶萨埵万。啊，
水米杯拿起来，念着嗡啊吽，众生需要衣服有了，众生吃饭没问题了，众生找到好工作了，众生病苦消除了，众生一切满愿了，透过三宝的加持，众生得到快乐。嗡啊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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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啊吽。南无萨瓦丹达耶多瓦勒遮帝唵三本来三本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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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吽。南无娑罗婆耶丹达耶多耶檀伽多唵娑罗娑罗婆奈娑罗婆奈娑罗萨婆诃。南无娑罗婆耶丹达耶多耶檀伽多唵娑罗娑罗婆奈娑罗婆奈娑罗萨婆诃。南无娑罗婆耶丹达耶多耶檀伽多唵娑罗娑罗婆奈娑罗婆奈娑罗萨婆诃。唵耶耶啷三波瓜花日奈果。唵耶耶啷三波瓜花日奈果。唵耶耶啷三波瓜花日奈果。十五者早上华丽不思议，慈悲无障碍，气力遍十方，不思作沙界。嗡哆哩嗦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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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哆哩嗦嘎。三坛子，嗡嗡嗡，有一颗利他的心，就是佛宝啊，真实的给予众生帮助，就是法宝，真实的生生世世。能够啊，透过三宝的加持，发菩提心，直至成佛，誓不退转。那这个就是真实的生宝啦。啊，所以要帮助众生，有形无形的，我们都要给予甘露啊。啊，所以我们念的虚空藏咒，你的心量有多大，众生就因为你的心量，他们就得到光明的加持啦。虚空藏咒，那么萨瓦丹那格达巴雅比修摩格贝，萨瓦丹达乌格贝，萨巴让玛依玛嘎嘎囊康苏嘎。那么萨瓦达达格达巴雅比修摩格贝，萨瓦丹达乌格贝，萨巴让玛依玛嘎嘎囊康苏嘎。那么萨瓦丹达格达巴雅比修摩格贝，萨瓦丹达乌格贝，萨巴让玛依玛嘎嘎那康娑嘎。啊，挥挥旗子，众生所脚都恢复啦。啊，恶鬼道的众生无饥无渴啦，地狱道的众生得到超度啦。不动佛心咒，那么转呀转呀呀，嗡嘎嘎呢嘎嘎呢，罗扎呢罗扎呢，咒打呢咒打呢，咒杀呢咒杀呢。扎底喊呐，扎底喊呐，萨瓦嘎玛巴拉巴拉，那美萨瓦萨多念就说嘎，那摩拉呀扎呀呀，嗡嘎嘎呢嘎嘎呢，罗扎呢罗扎呢，咒打呢咒打，扎沙呢扎沙呢，扎底喊呐扎底喊呐，萨瓦嘎玛巴拉巴拉，那美萨瓦萨多念就说嘎。南无呀呀扎呀呀，嗡嘎嘎呢嘎嘎呢，罗扎呢罗扎呢，咒打呢咒打，扎沙呢扎沙呢，扎底喊呐扎底喊呐，沙瓦嘎玛巴拉巴拉，那美沙瓦沙多念咒说嘎。七佛如来，
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胜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博身如来，南无离不畏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胜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博身如来，南无离不畏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胜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博身如来，南无离不畏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那义工菩萨发一下药包，我们来修药师仪轨。啊，药师仪轨除了相信药师如来的本愿，更祈求十二药叉大将的加持，更希望日光菩萨早上庇佑我们，月光菩萨晚上保护我们。所以你看啊，一天24小时，这么多的佛菩萨没在睡觉的啦，啊，在旁边啊，在天上啊，眼睛看着我们啊，哪里有需要啊？所以叫一声应万声啊，啊，佛菩萨都是等着我们行持他的法教啊，我们布施，我们持戒，我们放生，我们点灯，我们供水，他最欢喜啊，啊，所以我们慈悲帮助众生，诸佛就欢喜啊，众生欢喜，诸佛欢喜，我们心里就踏实啊，啊，所以我们借由地藏约啊，天天要供，天天放生，天天点灯，天天慈悲啊，药包拿起来放在右手跟我念，南无药师如来，南无药师如来，南无大慈大悲，南无大慈大悲药师如来，药师如来，南无救苦救难，南无救苦救难药师佛，药师佛，南无闻名见身，南无闻名见身药师佛，药师佛。那大家念着嗡阿吽啊，然后网络上的菩萨们啊，每天都有念佛，都有诵经，都有落实供灯供水，都有慈悲一切学习菩萨。那大家融入那种嗡啊吽，随着各位的念头，到了屠宰场，到了坟墓区，到了医院，到了地水火风的灾难处，到了乌俄战争啊，到了世界各地的瘟疫的地方，通通灾难消除啊，通通离苦得乐啊，通通得解脱。嗡啊吽，嗡啊吽，嗡啊吽。嗡阿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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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阿吽。痛啊，自己也有障碍啊，自己也有修行要突破的地方啊，啊，所以你哪里有障碍，就是那个地方伤害的众生；哪里有病痛，就是那个地方不持戒，啊，所以要把我拿起来，头顶不要碰，从头到脚观想一遍，从头到脚要包碰一碰，手碰一碰，愿他们离苦，给众生承诺，不再伤害他们啊。给诸佛菩萨做承担呐、啊，我还要帮助他们呐、啊，身上拍一拍，大家病苦消除，药师佛心咒这样啊。嗡贝甘遮贝甘遮玛哈贝甘遮拉扎萨摩嘎帝娑哈帝亚他嗡贝甘遮贝甘遮玛哈贝甘遮拉扎萨摩嘎帝娑哈。贝亚达嗡贝甘遮贝甘遮玛哈贝甘遮拉扎萨摩嘎帝娑哈。解烟记，解结，解结，解烟结，解了多生烟和业，
悉心砥砺发虔诚，今对佛前求解决，药师佛，药师佛，消灾延寿，药师佛，随心满念，药师佛。解结解结结烟结，结了多生烟和业，悉心砥砺发虔诚，今对佛前求解结，药师佛，药师佛，消灾延寿，药师佛，随心满念，药师佛。解结解结结烟结，结了多生烟和业，悉心砥砺发虔诚，今对佛前求解结，药师佛，药师佛，消灾延寿，药师佛，随心满念，药师佛。佛说，佛说八句平安偈，诸有众生类，在土界中者，行住于地上；举息空中者，慈爱于众生。令各安休息，作业勤专精，奉贺众善法，回向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那各位菩萨，我们来点灯。今天是初一啊，各位请记得，七月份，七月初一啊，开始好好的生口意观照啊，或者吃素，或者诵经，或者放生，或者忏悔，或者持戒，都有莫大的帮助。再来，七月十五日是我们的中元节盂兰盆啊，所以大家也多做供养，供养出家人袈裟，供养出家人米粮，供养出家人医药，供养出家人住的地方，给予帮助。那学佛这么久才知道啊，慈悲众生就是供养诸佛菩萨啊，所以各位也可以下施众生啊，啊，饮食衣服卧具医药，世界各地都有苦难的众生啊，大家广行慈悲吧。再来最后一天，地藏王菩萨圣诞之日啊，那所以你看，农历初一今天啊，那农历十五乃至于地藏王菩萨圣诞，那湛乐都会在网路上跟各位碰面，广邀各位做诸功德，供养三宝，供养地藏王菩萨。最后一天我们再来做总回向，满满的功德，满满的资粮，满满的福报啊，那就可以让祖先离苦啦，那就可以让周围的磁场改变啦，就可以让我们改变命运啦，太殊胜啦。所以今天也有点万灯啦，乃至于我们台中五方讲堂八月九号啊，一直到礼拜五天的啊，八月九号早起，十号开始拜，拜五天，最后一天，啊，八月二十日大蒙山，好、哦，太殊胜了，啊，然后这段期间天天点万灯，今天是农历初一，那湛乐也发起了一个月的援助灯，可以点一个月哦，为父母、现世父母、往生父母，啊，受苦者、没福者、业障重者、往生者、生病的人，通通来融入功德，来点灯啊，除了万灯，今天也点了五百盏的圆柱灯啊，随喜功德啊，各位赶快合掌随喜哟、哦，随喜功德啊，啊，所以现在要来点灯哦，啊，大家准备好哦，那、啊、菩提心灯点亮了、哦，啊，这个灯照了自己有出离心的、啊，照着众生有慈悲心、菩提心呐、啊。所以大家跟我念，我等虔诚，我等虔诚，为诸父母，为诸父母，为诸众生，为诸众生，在地藏约，在地藏约，慈悲约，慈悲约，普度约，
普渡月，孝顺月，孝顺一个月份，一个月燃灯供佛，燃灯燃起佛前灯，燃起佛前灯，灭除心头火，灭除心头火，愿持大智慧，愿持大智慧，照破众无明，照破众无明，当愿众生，当愿众生得无碍眼，得无碍眼，见一切佛，见一切佛，获得光明身，获得光明身，身心灵果，身心灵果，着入修行，着入皈依三宝，皈依三宝，有出离心，有出离心，生慈悲心，生慈悲心，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共成佛道，共成佛道，嗡阿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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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那愿各位具足佛的无量光明啊！佛有什么光明呢？无量光明说也说不尽啊！简单讲一下好了，佛有无量光明，第一个光明。啊，佛光照着我们，我们就可以断烦恼。第二个，佛光照着我们，我们就可以善根增长。第三个，佛光照着我们，我们就可以具足愿力。第四个，佛光照着我们，我们就可以，我们就可以断恶修善。佛光照着我们，我们就可以不退转呐、啊。啊，所以佛有无量光，加持无量诸众生呐、啊。啊，所以现在要来受八关斋戒的啦、啊，大家请起立，四十一耶。大众请常跪，佛界海无涯，饮一滴而为同泉水，至山不要登一步而光照通身，不戒标直，望洋必退，若逢良道超近可生，今为汝等恭请树林菩提堂上上赞下乐法师为汝等做八戒本师，请师之余汝何至诚，恐汝未能，我今教汝称自己名掌华，其语言辞随我所到，一起念大德一心念我弟子掌华，今请大德为八戒本师，愿大德为我做八戒本师，我依大德故得受清净戒，持命故就礼一拜。第二遍，大德一心念我弟子掌华，今请大德为八戒本师，愿大德为我做八戒本师，我依大德故得受清净戒，持命故。第三遍，大德一心念我弟子掌华，今请大德为八戒本师，愿大德为我做八戒本师，我依大德故得受清净戒，大慈悯故。再来，第二开导，啊，各位菩萨，请坐一下。那今天是农历初一，第一天的开始，那我们就来受持八关斋戒。啊，这个是很殊胜的。佛度众生，戒法为最，啊，所以在这个经典呢、啊，有所谓的七佛通戒机，过去七佛对戒法的开示，告诉我们如何修行，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自尽其一，是诸佛教。所以第一个毗婆尸佛告诉我们，忍辱为第一，佛说无为罪，不以替虚法害他为沙门。所以这一句忍辱就是戒律。那所以出家人忍食食啊，天气冷也要忍，天气热也要忍，被蚊子叮也要忍啊，被人骂啊都要忍，穿着衣服你看热得要命还要穿这件袈裟也要忍啊，所以这个是最基本的修行啊。然后出家人不要伤害众生，那个才叫做沙门啊，沙门就是出家人修行人最尊贵的。第二个施弃佛，对戒法的开示，若言见非邪，慧者护不着，弃捐于众恶，再视为点灰。所以第二尊佛告诉我们，不要造所有的恶业，更不要伤害众生，那你就是这个世间最为光明的、最有智慧的第三尊佛毗舍活佛。那不害亦不非，奉行于大街，于时之子足，坐床亦复难，直至为专一，是则诸佛教。奉行于大街，今天就是大戒，今天就是圣戒，今天就是如来戒啊，所以就是八关斋戒的意思啊。不要伤害众生，更要积极的帮助他们啊啊。所以第四尊佛如是说啊，居留孙佛啊，譬如风采花，其色甚相洁，以为会施他，道是由聚落，不毁谤于人，亦不观是非，但自观身形，地观正不正。那所以居留孙佛告诉我们，不要随便骂人啊，不要随便说是非啊，别人是别人的事，我们只好管住自己的身口意啊。啊，有没有受五戒？有没有乱骂人？有没有起贪嗔痴？有没有孝顺父母？有没有一颗利他的心？地观正不正啊？这个就是戒法的显现啊。第五尊佛啊，居那含摩尼佛啊，直至末清晰，当学尊即道，贤者无愁忧，当灭自所念啊，遵循着世尊即灭之道啊，修行者就可以无忧无虑了，不被业力所束缚，又可以解冤释结，又可以带着无形众生、有形众生同为种子啊。那这个就是最殊胜的如来戒啦。第六尊佛迦摄佛，一切恶莫作，当奉行其善，自尽其自意，是则诸佛教。诸恶莫作，诸恶莫作，这边讲的就是不杀生、不偷盗啊，在家人不邪淫，今天八关斋戒修犯恨，不妄言、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喝酒，那这个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呢。除了戒杀还要放生啊，除了不偷盗还要布施，除了不邪淫还要修犯恨，除了不骂人啊还要说好话啊，还要说和和语啊。第七尊佛啊，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如何修行，户口亦清净，身行亦清净，尽此三行机，修行仙人道。如果你可以照释迦牟尼佛这样子讲的，我们今天有三种妙行：身妙行、口妙行、念头妙行，那就与诸佛菩萨一样，身口意、行为、语言、思维的模式无二无别的。那你就可以净化我们的贪嗔痴的恶业，那你修行就可以证入金仙道啊。
金仙道就是成佛之道啊。你看这七佛通戒记是多么的殊胜啊，一个字啊，一句的珠玑啊，告诉我们如何行持六度波罗蜜，如何证得解脱生死轮回的束缚啊。那所以湛乐会把这个七佛通戒记来打字放在湛乐的 FB， 愿帮助各位时时提醒自己。那所以第二开导善男子善女人等，各位能够殷勤恳请，合而为汝等作八戒本师，所有语言听我开导福戒者，如来立身之首物，贤圣修道之要皆，三七等见，七众通收，或越山途而直趋人天，或超有漏而进登绝岸，五圣运宅皆为足暇，万善克备皆为基本啊。所以所有的善行无不以戒法为根本啊。所以佛陀在经典上种种的阐述戒法的殊胜，那湛乐揭露了经典啊，然后揭露了重点啊。各位菩萨跟我念一遍好不好啊，提醒自己啊，落入身口意的修行。大家跟我念一遍：不迟于戒法，不迟于戒法，病苦如何离，病苦如何离，这个是药师经告诉我们的。第二个，不迟于戒法，不迟于戒法，痛苦如何减，痛苦如何减。所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三世因果，六道轮回啊。第三个，不迟于戒法，不迟于戒法，福报岂能留，福报岂能留。各位菩萨，福报太重要啦，长得高，长得庄严，人缘好啊，大家喜欢听你讲话啊，大家喜欢跟着你做好事啊，世间法能够成就啦啊，人非人等可以护持啦，天神可以站在你旁边保佑你啊，这些都是福报。口才好，相好庄严，辩才无碍，出身高贵，多劳财宝，这些都是福报。但是一个修行者，一个出家人啊，我们要把这个福报永远的跟着你，生生世世相好庄严，好不好啊？生生世世财富无量，好不好啊？生生世世声音好听啊，然后跟佛一样有智慧，有能力，有力量，有慈悲，好不好啊？有些人没力量啊，这个辈子有力量，下辈子就没力量了。这辈子有福报，下辈子就没福报。为什么？因为没持戒。布施有福报，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持戒，福报用完了就堕落了啦，福报用完了就堕落三乐道啦。就像天人一般，天人有福报啊，但是天人有福报，但是没有戒法来的稳固啊，没有发愿啊，所以福报享用就堕落三乐道了。所以今天各位受持八关斋戒，戒增上，福报增上啊，所以你会越来越庄严哦，你会越来越有钱哦，你会越来越有口才哦，你会越来越受人尊敬哦，你会越来越家庭圆满哦，越来越事业成就哦，这些都仰赖于戒法的成就。佛陀八十种相好，三十二种殊胜，都是因为持戒而得的。三十二相好，八十随身啊，所以我们应当持戒，戒增上，戒为无漏，戒为不动，戒为无漏的意思啊。第四个，跟我念：不迟于戒法，不迟于功德难随身。功德难随身。什么叫做功德？断恶名为功，修善名为德。什么叫做功？忏悔名为功，反省名为功，慈悲利他名为德。再来第五个，跟我念一遍：不迟于戒法，不迟于戒法，业障难消除啊！业障难消除，业障都在各位身上啊，肚子痛啊，住院啊，开刀啊，诸事不顺啊，都是身口意对众生造成的伤害，都是身口意没有反省，没有利他，没有慈悲所
造成的影响啊，所以每个人的痛苦不一样啊。有些人得癌症啊，啊，有些人晚上没办法睡觉啊，有些人那里痛那里酸啊，啊，没办法啊。那有些人被众生卡住啊，啊，梦到不好的 看到冤亲债主讨报啊。啊，所以第六个跟我念一遍：不辞于戒法，不辞于戒法。灾难如何免？灾难如何免？大家都知道啊，地水火风灾难啊，刀兵劫、饥馑劫、疾疫劫。为什么有刀兵劫？杀太多啦！啊，预知世上刀兵劫，有战争啊，砍来砍去啊，或者是你身上被刀子割，要开刀哦，因为过去是杀生吃肉多，所以有刀兵劫。啊，为什么有水灾啊？欲望啊，不得满足啊，啊，水灾啊，啊，为什么有火灾啊？嗔恨心重，我杀死你，我跟你对立，我跟你势不两立，所以有地震啊。为什么有台风啊？不相信因果啊，啊，所以你一受持八关斋戒，就可以调伏地水火风的灾难啊。今天我们在这边受八关斋戒，那这个地方就没有这些灾难啊。佛陀时代这个地区有瘟疫啊，这个地区有旱灾啊，这个地区有狂风啊。佛陀示现国王就带着国王大臣啊，还有他的这些官人老百姓受持八关斋戒，过了三天，过了一个礼拜，灾难就这样子平息了啊。太简单了，就像我们国家有难当持戒法，国家有难当一起念佛，就可以消除灾难啦。第七个跟我念一遍：不辞于戒法，不辞于戒法，解脱无有期，解脱无有期。什么叫做解脱啊？解脱什么呢？最基本的解脱，不再有病痛啦。最基本的解脱，癌症消除了。最基本的解脱，冤亲债主离开了。解脱就是离开痛苦的意思啊。那这边讲的解脱是离开生死的束缚，离开种种的忧悲苦恼，离开种种的六道轮回苦啊。难道你要这辈子又生病吗？下辈子又老吗？啊，生生世世不断的来轮回吗？我才不要嘞！所以好好的受持今天的八关斋戒，一日一夜就好了，就可以中品众生极乐世界，就可以往生十方诸佛刹土，就可以佛陀受记初一十五的人能够受持八关斋戒，功德跟我一样啊，太殊胜了。第八个跟我念一遍：不辞于戒法，不辞于戒法。亡灵如何度？亡灵如何度？对，父母刚往生啊，啊，死了这么多人啊，瘟疫啊，灾难啊，怎么如何帮助他？受持八关斋戒，灌顶经讲的受持八关斋戒，父母恩重难报，父母恩重难报经说的啊，忏悔业障，受持斋戒。所有的戒法最为殊胜的就是发菩提心，受持八关斋戒啊。所以现在各位能够于七月一日农历，乃至于来到树林网路面前受持八关斋戒者，先当小了八戒明体，次方于汝等一一受之。然此八戒名曰八关斋，关者禁闭之一，关闭八是不放孤，斋者其一，以过中不食为斋体，八是铸成清净斋体孤，由其八是斋体共相支持，又名八支斋法，须知斋一名皆佛所制故，戒一名斋其三业故，以身其则无秽恶，口其则无诸过，心其则无烦恼诸漏业因，必须一日一夜秉至虔诚内六念，尽其自一，为一念佛慈悲导师，二念法三世佛母，三念僧人天福田，四念天长寿安乐，第五念戒清净身心，六念施普济贫穷，外以八支束其身口，位以不杀害不偷盗全断淫欲，第八离非实时，由是三业道清净，成为出世正因，解脱根本，
各位今者一一闻之矣。果能如法禀受佛，能如法受持。大众请起。第三请圣善男子善女人等，各位能够如法受持者，理当先迎三宝降法云而正蒙，是请万灵正坛场而护戒，称自己名赞宗。今天招请的众生法号叫做慈悲啊，随我言音做官，申请跟我念一心祈请。觉光长老，真华长老，如虚长老，法正长老，上海下涛大和尚，不为本师，加持我等，受戒顺利，大家一起迎请佛法僧三宝。香花银，香花裙，弟子赞华，一心奉请娑婆教主，本师释迦牟尼佛，西方皆引阿弥陀佛，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唯愿不为本事，降临华严正蒙受戒，顶礼一拜。第二遍，香花银，香花裙，弟子掌华，一心奉请娑婆教主，本师释迦牟尼佛，西方皆引阿弥陀佛，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唯愿不为本事，降临华严正蒙受戒。第三遍，香花银，香花裙，弟子掌华，一心奉请娑婆教主，本师释迦牟尼佛，西方皆引阿弥陀佛，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唯愿不为本事，降临华严正蒙受戒，顶礼一拜。香花银，香花裙，弟子掌华，一心奉请大小二乘毗梨利帐五边三居血脱木叉十二分君前世教典礼仪清净甚深华宝谨应一心归命顶礼。香花银，香花裙，弟子掌华，一心奉请大小二乘毗梨利帐五边三居血脱木叉十二分君前世教典礼仪清净甚深华宝谨应一心归命顶礼。第三遍，香花银，香花裙，弟子掌华，一心奉请大小二乘毗梨利帐五边三居血脱木叉十二分君前世教典礼仪清净甚深华宝谨应一心归命顶礼。香花银，香花裙，弟子掌华，一心奉请观音世子文殊普贤清净海众诸大菩萨律藏会上优婆离尊者西天东土历代祖师传南山中诸大律师中心立足慧云心宫大和尚普惠堂上上海下涛大和尚唯愿不为本事降临华严正蒙受戒顶礼一拜。
香花吟，香花群弟子正宗，一心奉请观音世子，文殊普贤亲近海众，诸大菩萨律藏会上，优婆离尊者，西天东土历代祖师，传兰山中诸大律师，中心立足慧云星宫大和尚，普惠堂上上海下涛大和尚，唯愿不违本事，降临寡言，正蒙受戒。第三遍，香花吟，香花群弟子掌华，一心奉请观音世子，文殊普贤亲近海众，诸大菩萨律藏会上，优婆离尊者，西天东土历代祖师，传兰山中诸大律师，中心立足慧云星宫大和尚，普惠堂上上海下涛大和尚，唯愿不违本事，降临寡言，正蒙受戒。香花吟，香花群掌华，一心奉请光明会上，即为诸天万世世王，天龙八部，伽蓝土地，复界神王，金刚力士，悠显灵奇，唯愿不违本事，兼谈复界。出家中问讯。香花吟，香花群掌华，一心奉请光明会上，即为诸天万世世王，天龙八部，伽蓝土地，复界神王，金刚力士，悠显灵奇，唯愿不违本事，兼谈复界。香花吟，香花群掌华，一心奉请光明会上，即为诸天万世世王，天龙八部，伽蓝土地，复界神王，金刚力士，悠显灵奇，唯愿不违本事，兼谈复界。再来50页第四忏悔，大家请坐一下。世间殷勤三宝万灵正蒙未乎，今者垂慈降临遍满法座，先因悲恳摄受忏悔往天，三业污染攀堪受戒，我今为汝等举大金鸡，汝等听我之言音，心想金鸡之义理，决是改往修来，更勿再作诸恶，称自己名掌华。那现在要来忏悔啦，因为有忏悔你才可以持戒，因为有忏悔你才可以得戒，所以我们应当以忏悔为如意宝，忏悔可以衍生诸多功德，可以让佛陀加持，可以让护法现前，可以让菩萨不离身，所以反省就是挖掘我们内心的宝藏，所以古大德祖师无不以忏悔为修行，就像我们的印光大师啊，明惭愧身啊，惭愧身就是忏悔最好的显现，惭自己造恶业不敢面对人啊，拍谁那人的基本的坎线就是做坏事不如法的，他会觉得很惭愧，很更小不晓得怎么面对人这个就是惭愧愧呢，我居然我要帮助他没能力
所以赶快提升能力啊，我要帮助他，我没钱了，赶快去赚钱啊，让父母有啊衣食无缺，让众生得以安稳，让众生有医药可以医治，赚钱，想尽办法帮助众生呢。啊，就像我们流水长折纸一样，看到水库啊，没下雨啊，太阳大啊，水库的鱼都快被晒死了，水越来越减少了，长折纸不晓得该怎么办啊，愧对众生啊，啊，就跑去跟国王请求国王帮忙啊，啊，然后大象啊拖着水啊，啊，然后就把这个水库的缺水的地方啊，水就满起来了，鱼就得救了。但是鱼有一部分还是死掉了。但是长折纸晚上做一个梦啊，他家全部都放光了。啊，原来是这些鱼啊死掉的时候啊，没办法避免。但是流水长折纸为他们念佛，为他们皈依，为他们解说十二因缘啊，所以死亡无法避免，但是至少这些鱼透过三宝的加持升天啊，啊，所以这个就是惭愧最好的写照。所以湛乐讲一个故事，我们就开始一起忏悔。忏悔的公案，在这个明朝啊，江西啊，这个是很大的典故。明朝江西有一个叫做于敬义的读书人啊，家里非常贫穷，收这些徒弟啊来教学，私塾的意思啊，来我这边呢 啊我告诉你们啊做人的道理，我告诉你们写字读书啊，啊收徒教学。这个人很奇怪，很特别，生了五个儿子，死了四个，留下了一个儿子走失了，但是左脚下面有两个字，很聪明却走失了。四个女儿又死了三个，好凄惨啊，业力不可思议啊。他的妻子因为儿子死了，女儿也死了啊，就伤心啊，每天哭啊，眼睛都瞎掉了。然后于静怡自己反省，哎呀，我也没什么大的过错啊，过失啊，造恶业啊，为什么我会遭天谴呢？所以他内心满腹的牢骚啊，怨天尤人啊，每天到了过年的时候，腊月三十日的晚上，因为他是读书人啊，他就写书文啊，我又没有做坏事，从小时候到现在为什么会遭到天谴呢？每一年都这样子。所以就写书文在他们家的灶神啊面前啊化掉。到了47岁的时候，除夕这一夜化完之后，书文化完之后，47岁除夕夜，外面天气寒冷，下着狂风大雨，那就有一个老人啊，穿着这个罩袍啊，不像现代人啊，叩叩叩叩，请问一下，外面很冷啊，我是否可以进去坐啊？这个于敬义啊看了一下，哎呦，真的呢，外面很冷呢，啊，他们里面都可以感受到这个凉意啊，就请这个老人家进来啊，啊，这个老人带着脚巾啊，哦，好像不是现代的人啊，啊，然后就请他的太太啊煮了热水啊，要来给这个老人喝啊，因为太冷了啊，然后就请这个老人坐下来啊，于敬义就坐在他对面啊。这个于敬义啊读书人就问这个老人啊，老人啊，天气这么冷，你怎么会来啊？你怎么会来这个地方啊？
老人听到他这样子说啊，他也回答了。老人这样说啊，我听到你呀、啊，心里难过啊，我特别来慰问你啊。哎呦，于静一突然听到老人这么一说，哎呦，哎呦，听到我难过，哎呀，这个老人不是普通人啊。啊，所以这个于静义啊，就对这个老人说啊，我的命运很不好啊，生了五个儿子，死了四个，一个走失啦，生个四个女孩，一个又啊又死了三个啦，为什么我会遭天谴呢？把这个从以前到现在满腹的牢骚啊都对这个老人说啊，那老人不讲话。过了好几分钟，老人开口了，你的事我都知道，你说你放生，但是实在内心没有真实的慈悲心啊，只不过是因人成事罢了。你说你看这些虾子这些螃蟹有生命的你还是常常吃啊，尤其是嘴巴的过失非常的多啊，阴间把你的事情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个于静一被这个老人一说，哎呀，满脸惭愧啊。第二个老人又说啊，你呀、啊、虽然没有这个邪淫啊，但是眼睛看到漂亮的姑娘们内心还是动心啊，只不过是没有遇到姻缘和合罢了。哎呀，他这样一说好像说到这个于静义的心坎里面呢、啊。再来老人继续说啊，每一年啊见到你所写的书文啊，你也并不是没有善事可以记下来啊，你只是内心的贪嗔痴嫉妒之心啊，但是也常常看不起人啊，那乃至于你内心还有要报仇报复的心啊，这个不好的念头日日的增加，所以你灾难就这样子降临了，哪有什么福报可以求啊。啊，所以说到这个地方啊，于静义啊惭愧啊，内心啊于静义这样说，哎呦，这个老人不是普通人啊，难道是造神吗？啊，所以就讲完之后就跪着在老人家面前啊，老人家你救救我吧，想办法救救我吧。老人家看了他一眼啊，并且对他说啊，从今以后只有一个念头，不好的念头抛在脑后，从今以后一心行善，不要为了名，不要为了利，不要求回报，无论大小的事情，只要是对别人有帮助，你就尽心老实的去做，哪怕自己的力量不够，也要欢欢喜喜的赞叹人家随喜功德，赞叹善行随喜功德，只要对人家有利益的事，你的善的念头圆满就好了，自自然然，久而久之有大效果。那老人说完之后啊，看着这个于静义，你就照这样子做吧。那老人讲完之后也不说话了，居然就这样子走着走着走着走到他的厨房里去了，突然间老人不见了。哎呀，于静义就这是造神啊，就拼命的磕头啊，从今以后自己就对自己说，别好敬意。什么叫做敬意啊？清净自己的贪嗔痴，不好的念头抛在脑后啦。啊，所以每天呢、啊、就磕头，在观世音菩萨面前磕头发愿，每天念
观音圣号摆身呐、啊，祈求菩萨加持啊，一人一动，不敢欺心呐、啊，济世利人呐、啊，不论大小、闲忙，别人知不知，有钱没钱，尽心尽力去做啊，就成人之美啊。这样子过了三年啦、啊，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啦、啊。有个宰相张居正，请他去他的官啊，请他去啊他的官房里面啊，他家里面教书啊啊。然后过了没多久，于敬义也中了进士啊。然后突然间看到他左师的儿子带回家里面，告诉他的妻子。妻子眼睛瞎掉了，母亲见到儿子放声大哭啊，儿子就用他的舌头舔母亲的眼睛啊，母亲双眼顿明啊，哎呀，看得到儿子，看得到周遭的一切啦。啊，后来啊，这个儿子娶妻啦，生了七个儿子，儿子都有很高的成就啦。所以这个短短的故事告诉我们要断恶修善呐、啊，啊，不能够欺人呐、啊，不能够欺神明呐、啊。所以大家一起来忏悔好不好啊？啊，大家跟我念一遍：小品忏悔，小品痛哭流涕，痛哭流涕；中品忏悔，中品忏悔；毛孔直竖，毛孔直竖；上品忏悔，上品七孔流血，七孔为诸众生，为诸众生行忏悔法，行忏悔法。啊，愿各位改变命运，阿弥陀佛。啊，大众请起。我。
Yeah.
安全。总持诚向法师行问讯礼。啊，向佛菩萨问讯。啊，翻开五十二页第五问之难，善男子、善女人等，汝等忏悔往业寂静，我依善身经，先问七种遮障矣，方可为汝受戒。其中有无不可复偿？一一实答，称自己名。赞华。第一，汝曾到现前深入佛。哦。第二，汝曾于六亲男女中心临佛。哦。第三，汝曾入破身形犯行佛。哦。第四，汝曾于父有病时舍去不顾佛。哦。第五，汝曾于母有病时舍去不顾佛。哦。第六，汝曾于师长有病时舍去不顾佛。哦。第七，汝曾杀害发菩提心众生佛。哦。顶礼一拜。啊，这七条都不能够犯啊！刚刚我们有忏悔的、啊，都要打五啊。第六，受三皈依，善男子、善女人等，汝等自诚忏悔经，身心清净，罪业消遣。我今为汝等受三皈依，感发戒体，称自己名。赞华。随我语收，我赞乐慈悲。我赞华。受苦众生。受苦众生。皈依佛。皈依佛，皈依法，皈依法，皈依僧，皈依僧，一日一夜，一日一夜，或斋戒期间，或斋戒期间，为进行优婆塞，为进行优婆塞，顶礼一拜。第一拜拜下去的时候，观想一下，啊，大地震动，诸佛现前放光加持，我们的恶业
烦恼、病苦、癌症、开刀、不如意的事情，化成黑血，脚底流出去，恢复清净。第二遍，我暂乐慈悲，我暂观慈悲，累劫冤亲在主，累劫冤亲在主，历代祖先，历代祖先，昔世父母，昔世父母。皈依佛，皈依佛，皈依法，皈依法，皈依僧，皈依僧，一日一夜，一日一夜，或斋戒期间，或斋戒期间，为进行优婆夷，为进行优婆夷。第二遍拜下去的时候，忏悔的力量，虚空涌出戒体，放光加持，我们的身体跟众生变成透明的，没有污垢。再来第三遍纳受戒体，我暂乐慈悲，我暂观慈悲，现前讨报，现前讨报所有亡灵，所有亡灵，一切在主，一切在主，招请众生，招请众生，还未有情，还未有情，放生勿命，放生家中父母，家中父母，一切眷属，一切诸恶战争，诸恶战争，世界各地，世界各地，瘟疫往生者，瘟疫往生受苦者，受苦者，病苦者，病苦者，皈依佛，皈依佛，皈依法，皈依法，皈依僧，皈依僧，一日一夜，一日一夜，或斋戒期间，或斋戒期间，为进行优。婆娑为进行优婆夷。第三拜拜下去的时候，观想一下戒体如云如盖，虚空幻下覆盖着我们的头顶，流入了我们的身心，有发热的感觉，得到戒体永为佛子。再来正觉归体，上来三归，正是那体，更加三觉得法圆满。未知三般结魔，汝随我道，我暂乐慈悲，我暂观受苦众生，受苦皈依佛经，皈依佛经，法经，皈依法，皈依僧经，皈依僧经，一日一夜，一日一夜，或斋戒期间，或斋戒期间，为进行优婆塞经，为进行优婆塞经，顶礼一拜。起。第二边，我暂乐慈悲，我暂累劫冤亲在主，累劫冤亲在主，历代祖先，昔世父母，昔世父母，皈依佛经，皈依佛经，法经，皈依法经，皈依僧经，皈依僧经，一日一夜，一日一夜，或斋戒期间，或斋戒期间，为进行优婆夷经，为进行优婆夷经。再来第。三边，我暂乐慈悲，我暂观慈悲，现前祷报，现前所有亡灵，所有亡灵，一切在主，一切招请众生，招请众生，还未有情，还未有放生入命，放生入命，皈依佛经，皈依佛经，皈依法经，皈依法经，皈依僧经，皈依僧经，一日一夜，一日一夜，或斋戒期间，或斋戒期间，为进行优婆塞经，为进行优婆夷经。再来第七宣戒香，我已为汝等禀宣三规，各位已得八戒体净，再为汝等宣说八戒名相，令汝等四相一护其体。各位当遍缘法界一切情非情境，发无上菩提心，于一一戒中虔诚禀受，各称法名。中那这八条戒大家要锁好，大家不要错过机会啦。最好的进藏集资啊，那你达仁慈，你内心就起变化啦。这个变化不只是这辈子，过去世也有变化，这辈子也开始变化，下辈子也有变化。过去世的变化，业障消除了，业障啊、报障、烦恼障都可以消除。那现在呢？你持戒，你诸佛证明，你忏悔又持戒。冤亲债主原谅，那命运就改变了。那未来呢？你我们有轮回，生生世世不离三宝，生生世世不离慈悲。你身体起变化，你慢慢的有福报，慢慢的有力量，慢慢的可以行慈悲，真实的帮助众生，就是这八条戒而产生的。所以第一，不杀生戒，一日一夜能持佛，能持。第二，不偷盗戒，一日一夜能持佛，能持。第三，不淫欲戒，一日一夜能持佛，能持。第四，不妄语戒，一日一夜能持佛，能持。第五，不饮酒戒，一日一夜能持佛，能持。第六，离花香、璎珞、香油、涂身戒，一日一夜能持佛，能持。第七，离高
高圣床上坐，即坐苍伎月，故往观听界。一日一夜能持佛，能持。毗梨呗食食戒，一日一夜能持佛，能持。顶礼一拜。大家请坐一下。那经典记载，湛乐来讲一下，愿你们具足信心，欢喜受戒。第一啊，在这个法院诸林告诉我们，三界如火宅，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啊。三界无安，犹如火宅，把苦与乐必须从戒。你看经典说啊，这个三界都是火宅啊，啊，记得啊，啊，湛乐有因缘，啊，常常都会去，有人往生，乃至于我们主动去火葬场，火葬场是人往生，这个尸体大体推进去的地方啊，火化啊，那在那边做佛事，那。湛乐常常都会听到家属啊，家属跪在外面，爸爸妈妈往生了要推进去火炉里面啊，啊，那家属都会这样说，爸爸赶快跑啊，妈妈赶快跑，不要被火烧啊，赶快跑啊。哎呀，湛乐站在那边有所感触啊，大家都知道要避火啊，离开火不要被烧到啊，殊不知道啊，佛告诉我们三界如火宅啊，内心的贪嗔痴三火，每天我们都被烧啊，不自知啊，啊，被火烧啊，被火烤啊，堕落三恶道了还要被火烤啊，三恶道的众生都是被火烤的啊，因为贪嗔痴三火没有熄灭啊，所以行为不端正啊，所以嘴巴有过失，所以念头不圆满啊，所以贪嗔痴三毒炽然啊，贪心之火让你堕落恶鬼啊，还是继续被火烤啊，啊，嗔恨心之火一直烤啊，嗔恨心啊伤害众生，嗔恨心造出罪业，所以堕落地狱啊，堕落地狱还是被火烤啊，八热地狱啊，愚痴之火啊，还是现世被愚痴之火烤啊，但是你死了堕落畜生还是被火烤啊，好苦啊，所以真正要离开火的是现世，而不是往生者推进去那一刹那啊，所以湛乐就这样子想啊，被推进去，爸爸妈妈不要被火烤，赶快跑啊，湛乐就动一个念头，众生不要再起贪嗔痴无明之火啦啊，所以你看啊，这些都是我们要回光返照的地方啊，啊，所以这个法院诸林啊告诉我们，离开痛苦与快乐必须持戒，众生能够持戒，从快乐的地方走向光明之处啊，众生不持戒，有苦自泯啊，苦永远跟着你啊，那你更堕落三恶道了。所以你看，第一个戒的力量功德啊，人色远入啊，这个戒好像是我们的脚一样啊，人胜持一切，走到光明的地方，离开三恶道了。第二个戒犹如大地生长万物，你的福报就这样子产生了，能够生长万物啊，万物啊，春天到了，哇，好庄严啊，好漂亮啊，好美啊，意思是说戒犹如大地啊，能够有福报，能够有功德，能够走向涅槃之处啊。第三个戒好像及时雨，善疗重病，戒好像神药一般啊，那所以法名为药，法就是戒，戒就是药，所以癌症，所以开刀啊，所以住院啊，所以插管啊，所以化疗，各位如果不要有这些，拜托各位一心持戒吧。第四个戒如良医啊，法为良药啊，戒为良医，能消饥渴啊，这就是说
你持戒之人不堕落三恶道，八热地狱、八寒地狱，那不被火烤，那就像恶鬼道，不持戒而堕落，每天饥饿，每天饥渴，戒如良医啊，能消饥渴啊。第五个，戒如甘露，能够接济沉溺啊。戒就好像甘露，甘露就是快乐啊，饮甘露就可以升天啊。所以今天受八关斋戒，你至少升天，升四天王天，升三十三层天，随便你，随着你的愿力而随着你的愿力而升天。第六个，戒如桥梁啊，能渡生死大海。第七个，戒如福囊啊，能够消除昏暗。这个福囊就是你在大海当中可以浮起来啊，不会堕落，就是不会堕落三恶道的意思。第八个，戒如灯光，灯光就是光明，戒如光，戒如佛光，能够防非止恶，所以你就会开始行善，开始断恶，开始不抽烟啦、啊，开始不打麻将啦、啊，开始不会做伤天害理的事情啦、啊。第九个，戒如善行，戒两层意义，断恶修善，戒如善行，你就开始慈悲，开始帮助众生，开始布施啦、啊，开始孝顺啦、啊，开始带人家行善啦、啊，成立这个善行会啦、啊，啊，去向解脱之意。第十个，最后一个啊，戒如璎珞。世间人喜欢，世间的人喜欢啊，璎珞啊，啊，穿戒指啊，戴黄金啊，最好的衣服、最美的都穿在身上啊。佛陀说，这是世间的璎珞，佛门的璎珞，佛门的庄严是戒法。你注意看这些法师啊，你注意看这些老和尚，你注意看这些出家人啊，没有穿什么奇装异服，但是看起来就舒服，看起来就庄严，看起来就令人亲近啊，这个就是戒为庄严，戒为殊胜的璎珞的意思啊。所以各位今天受斋戒，那八关斋戒就有这十种力量啊，随喜各位啊。然后大家翻开啊，第五十九页第八发愿啊，大家请起立。善男子、善女人等，三归八戒体相，一一了知受持。我依《阿含经》当教汝等发愿：若受八戒而不发愿者，得少功德，两引行愿相知，方能成就福慧圣业。是故汝等今对三宝前自心合掌口发誓愿：发愿之语如何自成，恐汝未能，我今教汝随我言道，各称法名。掌法中，请忏悔。大家请常跪啊，要来发愿啊，所以要跪着。为什么要跪着？今天八关斋戒啊，啊，今天你的愿就可以成就了。跪着祈求诸佛菩萨加持啊，我等今日八关斋戒，因为我从今日起能够这个愿要能够成就，要能够圆满，不离开正法，不离开智慧，不离开慈悲，不离开众生的，所以你就能够成就了啊。所以等一下拜下去的时候，大家观想，我要发大财，建学校、盖寺庙、建佛塔，护持出家人啊，哪里有众生受苦我就给予帮助，那你马上就有钱啦，因为这个钱要拿来帮助众生啦。那你跪着说我要变财无碍，那这个变财无碍要展现出来的是告诉人家怎么放生啊，怎么修行啊，怎么点灯啊，相信因果有什么功德啊，那你引导他啊，你声音好听是要引导众生来参加法会，你辩才无碍是要讲解佛法用的，那这辈子就改变了。所以随我发愿，我暂乐慈悲，我暂发受苦众生，受苦众生一起念，至心发愿，今以此八关斋功德，不堕恶趣，八难边地，持此功德，摄取一切众生之恶，所有功德会施彼人，是成无上正真之道，亦使将来弥勒佛三会得度生老病死，往生净土，
清净弥陀，证无生人，还入娑婆，化诸有情，同登觉岸，成无上道。就礼一拜，发自己的愿，修行愿，慈悲愿，断恶愿，利众愿。第二遍，我赞乐慈悲，我赞中慈悲，累劫冤亲债主，累劫冤亲债主，历代祖先，历代祖先，亲世父母，亲世父母，今念至心发愿，今以此八关斋功德，不堕恶趣，八难遍地，持此功德，摄取一切众生之恶，所有功德会施彼人，使成无上正真之道。亦使将来弥勒佛三会得度生老病死，广生净土，清净弥陀，证无生人，还入娑婆，化诸有情，同登觉岸，成无上道。第三遍，我赞乐慈悲，我赞广慈悲，现前讨报，现前讨报所有亡灵，所有亡灵，温亲债主，温亲债主，招请众生，招请众生，还未有情，还未有情，放生勿命，放生勿命，念至心发愿，今以此八关斋功德，不堕恶趣，八难遍地，持此功德，摄取一切众生之恶，所有功德会施彼人，使成无上正真之道，亦使将来弥勒佛三会得度生老病死，往生净土，清净弥陀，证无生人，还入娑婆，化诸有情，同登觉岸，成无上道。就礼一拜。大家请合掌，跟我一起发共愿：不离三宝，不离慈悲，不离众生的愿力，生生世世修行，广度众生，直至成佛，这辈子往生净土。请合掌跟我念：三宝加持，三宝加持，众等虔诚，众等虔诚。今日地藏曰，今日地藏曰，吉祥曰，吉祥曰，普渡曰，普渡曰，慈悲曰，慈悲曰，农历七月一日。农历七月，我等受持八关斋戒，我等受持八关斋戒，供养十方诸佛，供养十方诸佛，供养地藏王菩萨，供养地藏王菩萨，供养六道父母，供养六道父母，诸佛加持，诸佛加持，为我证明，为我证明，愿我来世，愿我来世，生生世世，生生世世，直至成佛，直至成佛，皆能够，皆能够，直佛出世，直佛出世，同佛出家，同佛出家，立誓诸佛，立誓诸佛，同真入道，同真入道，亲近善知识，亲近善知识，皈依三宝，皈依三宝，断恶修善，断恶修善，修学犯恨，修学犯恨，胎里书，胎里书，戒杀放生，戒杀放生，施食点灯，施食点灯，深信因果，深信因果，具足惭愧，具足惭愧，信心成就，信心成就，孝顺父母，孝顺忏悔业障，忏悔业障，严持戒律，严持戒律，慈悲众生，慈悲众生，临命终时，临命终时，没有痛苦，没有痛苦，没有病苦，没有病苦，没有烦恼，没有烦恼，没有障碍，没有障碍，没有债主，没有债主，没有恐怖，没有恐怖，没有四大分解，没有四大分解，种种苦恼，种种苦恼，临终欢乐，临终欢乐，自知识字，自知识字，心不贪恋，心不贪恋，意不颠倒，意不颠倒，弥陀接引，弥陀接引，往生西方，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趁愿再来，趁愿再来，具足菩萨八法，具足菩萨八法，长寿健康，长寿健康，身体有力，身体有力，相好庄严，相好庄严，变财无碍，变财无碍，出身高贵，出身高贵，多劳财宝，多劳财宝，福众无畏，福众无畏，得大丈夫。
夫身，得大丈夫身，深入经章，深入经章，智慧如海，智慧如海，妙解诸论，妙解诸论，事出事法，事出事法，三圣教法，三圣教法，五圣教法，五圣教法，显密圆融，显密圆融，同理大众，同理大众，一切自在，一切自在，对啊他，对啊他，万刹之样，万刹之样，阿瓦波达，阿瓦波达，那也说哈，那也说哈，对啊他，万刹之样，万刹之样，阿瓦波达，那也说哈，那也说哈，对啊他。半家之呀，阿瓦波达，那也说哈，那也说哈，就理一般。大家请坐。那今天八关斋戒，各位要注意安全，平常就要注意安全了。那你今天受八关斋戒，吃好，把握好。啊，没有犯，那你就所有安全不遭破坏了。所以今天不杀生，啊，今天我们还要放生，啊，所以今天由世界各地，啊，大家出钱出力融入功德了，啊，所以我们有买野生的小青蛙，啊，还有买一些物命，啊，愿他们能够平安。第二，不偷盗，我们还要布施。第三，今天夫妻分房睡，睡在地上，睡在椰子垫。啊，不能够起心动念，不能够有男女的生活。啊，第四不妄语。今天啊，不要骂人啊，不要说是非啊。今天嘴巴不要乱讲话啊，最好念佛、诵经、持咒就好了。啊，以后你就有力量了，一语成真呐、啊。啊，讲话人家喜欢听，你讲什么人家都信，人家就不会怀疑。啊，第五不饮酒，今天不喝酒，葱、蒜、韭菜、槟榔、毒品都不要去碰。不喝酒得大智慧，经书看得懂，人家跟你讲什么都可以举一反三。啊，然后今天沙发椅、夫妻床都不要去躺，唱歌跳舞都不行，会起心动念的，啊，会让你放逸的，都不要。啊，再来，中午吃完之后，晚上不要吃东西，没有晚餐。一直到明天太阳出来的时候，看到指纹就可以吃东西了，戒体自然就流失了。那一天的八关斋戒，力量、功德、福报、资粮就可以受用，这辈子受用，过去是受用，生生世世受用。第八发愿，善男子、善女人等，三规八戒体相一一了之受持，我依阿含经，当教汝等发愿。若受八戒而不发愿者，得少功德，良以行愿相知，方能成就福慧甚耶。是故如人今对三宝前自心合掌口发誓愿，发愿之语如何自成？恐汝未能，我今教汝随我言道，各称法名。哎，不是，哎，第九劝属为相，第九劝属为相，善男子、善女人等，以受八戒以发大愿，受持一日一夜，虽为甚易。奉行一日一夜，实为甚难，不可于刹那勤其世俗想，亦不可于刹那勤其懈怠心。当勤修六念，谨护八支，业烦恼习自然除灭，纯善本心自然开朗，出世正因由之成就。文殊问经云：世间菩萨八戒者是，出胎经云：八关斋戒者，诸佛父母也。萨婆多论云：若作阎浮提王，于阎浮提中一切人民。金银财宝于中自在，虽有如是功德，以八关斋功德分作十六分。阎浮提王功德十六分中不及一分，所谓最后清净八戒斋也。各位汝得，各位已得如是功德，当增进富乎？勿令毁损。婆沙论云：受八戒者，名曰净住，未尽阿罗汉住故。又名斩养，为斩养善根，令其增多故。各位以得尽阿罗汉珠，而能增长善根功德故，当生庆幸，如法奉行。汝等果能如法奉行佛，能如法奉行。大众请起，感谢法师传戒，慈悲开示。大众顶礼法师三拜，向佛菩萨问讯。阿弥陀佛，受戒功德圆满，大众同音。
一起回向受戒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成立诸有情，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波罗波罗蜜为心。大家请合掌，一起来回向三宝加持。三宝加持。今日受持八关斋戒。今日受持八关斋戒。所有功德。所有功德。供灯供水功德。供灯供水功德。放生救命功德。放生救命功德。过去以来。过去以来。至于今日。至于今日。累劫修行功德。累劫修行功德。修福报。修福报。积功德。积功德。利他之粮。利他之粮。上供下施。上。进藏集资，进藏世界各地，世界各地造佛像，造佛像，印佛经，印佛经，盖佛塔，盖佛塔，建寺庙，建寺庙，布施便当，布施便当，照顾老人，照顾老人，临终助念，临终助念，读诵大圣经典，读诵大圣经典，供养出家人，供养出家人，袈裟饮食，袈裟饮食，过去医药，过去所有功德，所有功德，供养三宝，供养三宝，回向受苦众生。回向受苦众生，上海下涛大和尚，上海下涛大和尚，所有长老法师，所有长老法师，法体安康，法体安康，长久住持，长久住持，法轮常转，法轮常转，广度众生，广度众生，回向世界无灾难，回向世界无灾难，没有瘟疫传染病，没有瘟疫传染病，乌俄战争，乌俄战争，早日停止，早日停止，国泰民安，国泰民安，风调雨顺，风调雨顺，社会安宁，社会安宁，人心向善，人心向善，入佛之间，入佛之间，回向所有病苦者，回向所有病苦者，受苦者，受苦者，家中父母，家中父母，六亲眷属，六亲眷属，一切长辈，一切长辈，啊，大家自己念，名字念出来，融入功德，啊，需要消灾的，需要帮忙的，需要回向的，啊，把他名字念出来，回向张林华，啊，回向张林清，啊，回向啊张燕碧，啊，回向大小医院。急诊室、开刀室、安宁病房、加护病房，所有受苦众生，大家跟我念：愿消三障诸烦恼，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愿得智慧真明了，不愿罪障悉消除，不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世世常行，当愿六道众生，当愿六道身心因果，身心皈依三宝，皈依三宝，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共成佛道，共成佛道，以此诸功德，以此诸功德，回向十方法界，回向十方六道群灵，六道群灵，受苦众生，受苦众生，个人累劫，个人累劫，冤亲债主，冤亲债主，历代祖先，历代祖先，亲世父母，亲世父母，过去所杀所吃，过去所杀所吃，所有动物，所有动物，一切水产，一切堕胎流产胎儿，堕胎流产胎儿，世界各地，世界各地，所有坟墓区，所有坟墓区，屠宰场，屠宰场，大小医院，大小医院，为超度众生，为超度众生，一切往生者，一切往生者，大家自己念。啊，回向林玉耶。啊，回向关水源，回向林秀女，所有往生者，所有往生者得三宝加持，得三宝加持，业障消除，业障往生净土，往生。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啊，大家注意，明天太阳出来看到指纹才可以吃东西，这段期间都摄六根，好好的。啊，净化你的身口意，随喜各位今天受八关斋戒的功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